Hello， 各位好，我是 Darren。首先，我想要先恭喜各位完成这么困难的226赛事。那一天的天气真的是蛮不容易的。那如果各位跟我一样，就第一次买照片遇到了一点困难的话，那我在这边，我觉得大概摸透了官方照片要怎么样买，然后怎么样可以花一次的钱买到最多的照片。我来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所以今天我就带着各位一步一步的操作。首先，我们先打开官方的这个网站 Sportograph， 然后呢，这边可以点选我们的照片哦，很重要的是，我们要 accept all cookies， 然后呢，就按 OK。这边要先上传自己的照片，然后我是选这个证件照的大头贴啊，而且官方其实蛮厉害的，就是他在人脸辨识上做的是非常的好。然后这边就按 Buy Now， 直接到 Continue Shopping 这里。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一个重点了哦，不要关闭目前这个视窗，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Alternative Search Option 这里点下去之后，然后按 Start Your Search。这个地方可以输入你的选手号码1067 search，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用一样的钱买到你的脚踏车照。这里点进去，这会出现一个 That's me， 点它，输入你的 email 账号，然后按 submit 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我会多做的事情是，我会在这边点选冲线照，然后选择我进终点之前的那个时间，差不多4:15。像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我自己的照片，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冲线照是一个比较 memorable 的画面，所以我会特别的手动每一张都按 That's me， 然后每一张都去 claim 它。很多时候像这种背对镜头的画面，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感觉，有一种英雄惜英雄。官方的人脸辨识系统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照片在 default 的情况下给你，那就需要你手动的去 claim 这个照片。那换了所有照片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结账。旧客户就可以用旧客户 email， 新的客户的话，你就continue as guest 就可以了。至于大家刚刚手动 claim 的脚踏车照啊，还有冲线照，快结束了。大概这个官方网站会需要一天的 process 时间，然后之后就会寄给你一个 hyperlink， 点下去之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照片。你要打包下载的话非常简单，只要按这个地方 Download Photo as Zip， 然后按记得选择 High Resolution， 这样子的话你的照片才会是最佳的解析度。 OK， 那下载下来呢，应该会是像这样子的 Zip 档，然后把它解压缩之后呢，个人的照片会在 Personal 这里。点进去之后就会有像这种，因为刚刚有手动 claim 自己照片的关系，所以像这种没有脸的照片也会一起让你打包下载。好了，小孩子失控了。好了，跟大家说拜拜了，再次恭喜各位顺利完赛，然后还有很多的选手也恭喜各位拿到梦寐以求的 Kona 名额。那没有完赛的朋友没有关系，不要灰心，我们下次赛道上见。OK， 好，拜拜，赶快说拜拜，拜拜，买照片愉快，拜拜。